台风要来了，我要把这些狗狗放出来，不能绑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太不安全了。不要动，好啦，不要那么激动，疼点啊！大小大给你啊！好了，老实一点啦。等一下，这么是干的。应该知道要拍视频了，居然爬到我的腿上面来了。好了，台风来了，要把你腿拍出来。好，咿呀，布丁，哎呦，好可爱呀！你看，坐好，跳上来七，哎呀，哈哈，好可爱呀！